来看到这各地温度了。在北部地区是22度，到这31度。在中部地区南投有落雨，温度是23度到31度。在南部地区，屏东和恆春有落雨，温度是24度到30度。南部地区有落雨，温度是21度到28度。花都的朋友，金门马祖温度是18度到27度。以上就是今天的中道新闻，感谢乡亲的收看，新闻最后。